今夜星光闪闪，我蹲你蹲到好晚。可恶的裤子居然凌晨五点钟才睡觉，这年头我要当个小偷都那么内卷吗？目标确认位置，正在发出猪叫，可以行动。嘿嘿，裤子今晚的私房钱可要不保喽。刚好给大家露一手我最近新学的技能搬箱圣手，看不见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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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箱子到手溜溜球，没想到今天晚上的私房钱计划那么顺利就成功了。我床头柜呢？不好啦，我家进贼了。糟了，裤子发现东西被我偷走了，事不宜迟，早点开溜。抓人呢，有小偷啊。拜拜了您嘞。Later。 各位小伙伴，我想死你们啦，我是你们最最最可爱的布灵布灵灵姐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款贼有意思的模组，名字叫做搬运工艺 mode。 整个模组除了一个搬运的动作以外，什么道具都没有。什么？你说这个模组啥用都没有？信不信我今晚就去你家抢你的私房钱哟。布灵姐，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模组的操作方式吧。好诶，这个模组的操作模式很简单，前行再加鼠标右键，只要是 MC 世界里面可以破坏或者使用的方块，通通都能抱回家。布灵姐，你看我抱着苦力怕的模样，是否有几年当年的飒爽呢？飒爽，看到没有，苦力怕、蜘蛛骑士，这才叫英姿飒爽，懂不懂？不是吧，这年头连苦力怕都能抢我风头，话说苦力怕也能骑上蜘蛛吗？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对呀、啊，以前蜘蛛身体上顶多有个小白什么的，苦力怕还是第一次见到。哈哈，再给你看个好玩的。我去，什么鬼？蜘蛛身上有苦力怕，苦力怕头上还能放个兔子。我在想，要是把苦力怕头上的兔子换成猫，那这只苦力怕蜘蛛骑士岂不是成了永动机？不愧是我找到的模组，居然还能发生这么有趣的化学反应。不过可惜了，蜘蛛苦力怕兔子骑士的头上竟然不能添加第四种生物，真没意思。不愧是你啊，布灵姐，所以你猜我能不能骑在你头上呢？布灵姐，帮我录屏，我要看看蜘蛛苦力怕兔子骑士的爆炸伤害如何。哇，你居然使用这个 mod， 把女巫抱起来当盾牌哟！哈哈哈，有没有感觉我超级聪明？不愧是智商高达250的本大爷。好啦，各位小伙伴，看完本期视频之后，有没有增加新的知识呀？反正我是第一次知道苦力怕也能骑蜘蛛，苦力怕头上还能放生物，简直是颠覆了我的三观。如果还有更多好玩的模组，可以评论区里告诉我。拜了个拜。